好用我就多用用。最怂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这句话怂不怂，我先说给什么要听，你都不知道怂字怎么写是吧？还要问一下这句话怂不怂？说实话我觉得飞泉说这句话弱爆了呢。弱吗？那你还可是本来不就是怂的吗？你们给我想一句很怂的。哦、OK 这一刻你就已经够怂了。宋轩、怎么老是宋轩？小三在我说不出来。所以虽然你说不出来，但你手劲儿真的挺大的。所以我们请下一组小伙伴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非常精彩了，这个 MC， 我也觉得。
我挺尽兴了。我除了我。